数到三开始哦，一、二、三，开始。来自台中的谢考中先生，等下听你咔咔咔。好，你自己，我想一下，这样不顺。我说我讲的不顺。哎，他刚刚怎么讲的？就直接来自那个对不对？卡网住友，了，网友，对网友，啊，台中谢考中先生。哎，好，网友台中谢考中先生。好，然后说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吃法。嘿，那这一句，难怪我刚才接不下去。好，自己启动哈。好，好，自己启动，我开都始用剪，我自己用剪的。网友来自台中的谢口龙先生提供了一种粉碎饼干配圣女小番茄的吃法。我们吃饭，两片，加油！加两个番茄。喂，靠！要让其他人弄进去啊！啊，你们叫我吃啦，啊，安尼混啦。